最近一段时期以来，针对足球领域出现的严重问题，我们一直在深刻反思、研究解决的办法和途径，准备从思想教育、作风建设、深化改革、抓好当前工作等方面系统施治，以重走长征路的精神扎实做好三大球的各项工作。要以猛药去疴、重点治乱的决心，聚焦当前三大球工作中存在的精神不振、正气不足、作风不硬等突出问题，持之以恒，转作风，强担当，抓落实，坚决打击、严厉惩处足球和其他领域的腐败和假赌黑问题，正风肃纪，严明纪律，完善制度，强化规矩，全面修复重构三大球健康持续发展的良好生态。